起来，小姐。各位平安。今仔日这个时间哦，那有两点钟久，咱要讲这个正确的台湾历史。咱的历史拢别人在写，啊写啊，胡乱无济。啊，我都唔信。我迄个细汉的时阵哦，去过一间庙，叫做吴凤庙。哦，啊，到个大汉的时阵，讲迄吴凤迄个，啊，到底你要相信啥人？啊，我就知讲咱的历史人骨子里写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我迄个联合招生，我的历史的分数是90几点。哦，啊，当然我退休了，我全都开始写历史书，啊、哦，都写台湾历史，啊，有写个几啊本，荷兰时代一本，搁刷了电视王朝一本，搁刷了晚清巨台吼，李一山吼213年，吼、哦，这年的生活我爱甲大家讲者，啊，日本时代是伟大的台湾人，啊，台湾人得多伟大。大家拢在骂台湾人，敢若我伫讲伟大的台湾人，安奈伟大吼，爱、哦、看书，得再讲，我咱实在是真伟大吼、哦。啊，刷落去写的甲历史较无关联啦吼，写罗列啦吼，哦，啊，佫一本圣经甲台湾，哦，啊，今仔日要讲的题目，台湾话由来，咱伫讲这個台湾话。所以讲葫芦话啊，到底是安怎来？哦，讲一下给大家听，才知讲啊，咱较优越，哦，还是倒位的优越啊？先讲台湾的历史是荷兰人来了后才算起，那位荷兰人来才算起，因为荷兰人有文字。1624年登陆台湾了后，所以咱台湾的历史是为1624年开始算起。啊，以前的历史呢，叫做苏景树，吼、哦，迄是伫历史上，咱所以讲，咱讲台湾人有400年的历史，吼、哦，400年是为1624实在较无够的，过12年，再四百年，再满400年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中国讲5000年系碰风的，中国有历史吼、哦，是才3000年啦，尔，有文字才3000年，所以。3000年的历史才正确。啊，咱要讲台湾话由来哦，先爱讲荷兰人来了后，看到台湾的话是啥物话？吼、哦，这头一句话吼，台湾先住民的语言，咱不是讲原住民，咱是讲先住民。我感觉先住民吼、哦、较尊重啦。哦，凭迄个原住民，原住民也够有一点啊歧视的味道。先住民啊，新住民同款。啊，原住民有干呐？我感觉也无遐尼遐尼大方啦吼、哦。先住民吼、哦，啊，先住民，荷兰人来了后，伊为迄个台南定陆啊，台南迄个所在是用个新港语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。伊都荷兰人一来个台湾是都学台南人讲的迄新港话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写这個标准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就叫做新港文书啦。伊退新港人讲，啊，恁也无文字啊咧，啊，我甲你用个罗马拼音甲你拼音，互恁有文字。这西方世界度量真大，吼、哦，来你遮学你的语言。啊，佮教你安怎写字，哦，这就是新港话，啊，都变作标准话。这种话，第一，这个肖人，这个所在是北门郡吼，伫马道、大伯岗、伫曾文溪迄搭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按即个所在大概伫用这个新港话。新港话嘛，毋是讲规个台湾拢伫用新港话，伊还佮有分。第一，这华武龙吼、哦，李林的副官吼、哦，哎，这一个一种话，
哦，啊，另外一种话在南方哦，啊，叫做南方语，哦，还有一种卡玛恰，在台湾的中部，就是讲荷兰人一来台湾，对语言嘛发生真多问题，就是讲，你的话哪遐侪种，哦，无统一。荷兰派的人来吃，叫做东印度公司所派，不是荷兰母国所派。伊呾咪东印度公司是伫即个雅加达迄个所在吼，都是即摆雅加达已经叫做巴达维亚哦，迄个所在吼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。啊，去占印尼有啥物好处？荷兰占印尼吼，好处真大。印尼出产西方世界所需要的香料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等于来摕香料就好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奈要来占台湾，迄是无啥甘愿才来占台湾啦，伊毋是讲一声就杀掉台湾，才要占台湾，是无啥甘愿国不离三疆，吼、哦，才来占台湾，迄另外一段历史啊，吼、哦。来台湾了后，伊就开地方集会。地方集会就是讲，你这个在地人甲你集会，分作北部、南部、东部、淡甲淡，哦，啊甲淡水两个集会区啦，哦，每三四个月间，就拢大家张罗来。什么叫做张罗？张罗就是讲，你是这个村庄的村长的意思，酋长的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张罗。啊，张罗每一个张罗拢哦发一支拐啊去。这个长老拐杖，咱吼去看迄、那个摩西吼出埃及记吼，哎、去拐杖同款啦。吼、啊，啊你即摆厝内有迄款拐啊吼，迄价值几百万。吼、啊，啊个有一个马古，东印度公司的马古。吼、啊，你有知影讲迄块宝贝，毋是讲迄只根插好那尔吼，迄价值不得了。啊，宣誓效忠。啊！伊吼1644年，甲1624年隔20年了后，伊伫台南附近往过新疆语发言，就是荷兰人来个台湾，往过你台湾话甲你讲，毋是要甲你消灭哦，甲国民党差真侪哦，吼、哦，无甲你消灭，往过新疆语发言，吼、哦。啊，达个两三个干部翻译做几啊种的文字吼、哦，语言佮翻译出来。伊一个荷兰人用个新疆语去讲，大概35%-30%的人听有，啊，剩的听无的佮翻译，吼、哦，佮翻译，吼、哦，伊的方式是安尼吼。1646年，佮过两年了后，吼、哦，即由牧师 Hans Offer。用个新疆语发言，啊，用个统一，用个两种的三地多三地话来讲，哦，啊，其中有一个话叫做夸塔王啦，夸塔王，夸塔王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发做夸塔王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荷兰知影讲，伊东印度公司的指示是啥物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以后。在1647年，哦，在北部集会也是同款，哦，先用个新疆语讲，啊，再用个转用个其他法乌朗话国讲，啊，搁一寡山地话讲，哦，啊，重复即寡代志，重复第二重复，1648年、1650年、1651年、1655、1655，拢在用个。即挂话吼，就是讲侵略者来个你这个所在，无甲你的文化消灭，无甲你消灭，颠倒甲你创作文字，吼、哦，创作文字，啊，用个你的话甲你讲，啊、哦，这是欧洲人的迄个度量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第家己一代也过一种话啦，吼、哦，即有十四、十五个。部落在用啦吼，啊，新疆话是台南为中心，用个西拉雅
希腊雅语啦吼，在讲的吼，啊，所以咱这就是讲，这挂人吼，这挂代志拢是伫荷兰的文献所讲的。啊，这个荷兰的文献伫400年前所用的文字吼，迄是古荷兰文、古荷兰文古仔。啊，咱台湾人有两个人特别去研究。古代的荷兰文啊，翻译做汉文，哦，所以才有这个知识才造出来。因为荷兰人把这挂文字吼，哦，挂迄，那个什么巴达维亚日记，哦啊，热兰哲成日记，就是讲台南的热兰哲成就安平写日记，拢送去荷兰的海牙的图书馆，藏的到即阵也够。所以咱即马在讲的即个代志是确实当时的代志吼，啊，所以即马大约上讲起来吼，在台湾吼有真侪种话啦吼，是平埔族用的话啊无共款，平埔族毋是讲逐族拢用共款话，无共款的话吼，啊，这是一个日本人吼。或者为这些野猪抄来，吼，是荷兰统治下台湾中西部，吼，发达王的所在，吼，啊，这一个图，这图，吼，我看了无啥清楚，但是这个就是，这个北部，吼，这是这个，叫做咱这总统府头前迄带，迄凯达格兰，吼，凯达格兰族，是啊。啊，希拉雅族吼，哦，是这个所在。好，哦，啊，这家己以北吼，我，哦，只有这种话，这种安尼语言上的区别。啊，这白色的吼，哦，白色的东西，荷兰人无去入侵，伊干那摕这个扁堆来尔，哦，摕这扁堆扁啊到去。啊，满清也同款，满清嘛是干那占这块所在。敢那占这块所在，规个山地拢无占着，平埔族人的分布。啊，咱即马在讲咱的台湾话到底是安怎来？咱这原住民的话，先住民的话，小可交代一下，吼，哦，因为无文字的记录，吼，哦，所以，但是咱讲的这葫芦话是安怎来的？吼，哦，在荷兰时代，咱的语言是用个荷文。荷语，哈，哦，啊，但是大部分人讲的话是荷兰话，就是即马讲人叫做台湾话，啊嘛有人讲叫做福建话，啊有人讲闽南话，啊到底台湾话、荷兰话、福建话、闽南话有啥物关联？哦，即马咱就来解说一寡代志。哦，荷兰话原本是商朝的时阵的官话，你也知。中国在商朝开始到文字，啊，迄阵用的话就是葫芦话，啊，葫是啥物葫？葫是黄葫的意思，啊，落是落水，啊是落洋，就是在中原地带所使用的语言叫做葫芦话，所以就是咱即马在讲的话，就是这是咱承继这个汉民。汉文化上好的所在是葫芦话，吼，哦，所以这个是葫芦话，吼，哦，但是葫芦人吼，哦，这个商朝的时阵吼，商耍到周嘛，甲周战争商林书，啊，商林书转南迁，迁来南部，啊，迁来南部，这商林真。又有怪文化嘛？啊，去到假文化的所在，阿无字啊，那有要甲伊沟通嘛？无要甲伊沟通，你来学我的话，对，就是形成一个叫做方言岛。下面叫做方言岛呢？吼，就他讲台湾，大家拢在讲台湾话，单单邦桥迄个所在在讲邦桥话，吼，一个小地区在讲邦桥话。
啊，下诶，即、這个邦桥即个地区，你行桥爱过去，啊，行路爱过去，但是伊都无咧甲你知道咧。啊，即、這个所在叫做方言岛，所以咱葫芦话转传来南部的时阵变做真侪的方言岛。所以讲，你讲葫芦话，毋是讲台湾人啦，你啊，咱来知影。咱讲的话吼，其实是应该正式的名称是湘汉语，还是叫做古汉语？商朝的汉语，吼，还是古代的汉语，吼。啊，这就是讲一挂阶层的人吼，去互人做农奴啦吼，啊，一挂人吼全传出去，就所以咱即马讲的就湘汉语，这是。这种语言吼、哦，尚有汉人本色的语言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一张地图。这张地图吼、哦，商朝大概第一只啦，大概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画较上阔去啊。啊，这绿色吼、哦，这条溪吼、哦，这是黄河啦。啊，你知道以前黄河是为渤海这去的，不是为东海这边出来的。啊，这河洛地区就伫这个所在，哦，这个所在就是河洛话的所在，哦，啊，这是一张图，安尼看落较清楚了哈、哦。这黄河，哦，啊，这溪水为这渤海出来，哦，啊，这黄河洛水大概就伫这搭，这湘的所在就是伫遮来啊。啊，迄阵看长江哦。那过长江是去海外啦，迄中国吼、哦，迄看到水拢汉人看到水拢惊，吼、哦、唔敢过海，啊看到长江哇遐尼宽，啊嘛唔敢过去，啊所以迄挂拢叫做海外，吼、哦，啊，啊这嘛是春秋的时阵的国土，迄嘛是有提供恁这个，啊，这个真迄落，拢甲黄河为渤海出来吼，发现吼。哦，建国时代即无要紧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的北京话，就是讲，因叫做普通话，叫做国语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国语？吼、哦，咱来安尼讲。目前的北京话，第汉语五胡乱华以后，哦，北方的胡人通过政治军事的力量压迫，改变音调的结果。所以要注意哦，在南北朝的时候，北朝统治者是用过鲜卑语做北齐的国语。哦，啊，这个唐朝以后，哦，胡人大量移居中原，哦，啊，胡人跟汉人通婚，哦，所以音调愈来愈扁，哦，所以。到个南宋偏安的时阵，中原的所在已经是即讲的汉语吼，叫做胡汉语。胡汉语，咱讲的是湘汉语，因讲的迄是胡人的汉语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对即个咱讲的葫芦话，爱较尊重的吼，因讲的迄款的是胡人的话吼，吼、哦、变调。啊，阁无打紧。这个北京城吼、哦，辽、金、元三代的吼、哦，拢是北京做的国都。哦，北京话渐渐形成。哦，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，其实五个朝代啦，五个朝代差不多一千年啦。哦，一千年拢用个北京做首都。啊，北京话就是胡人讲的话，所以因即变做胡汉语，吼、哦。啊，到啊清朝的时阵西洋人讲即个胡汉语叫做 Mandarin，、嗯、有人翻译叫做满大林啦，吼、哦。Mandarin 就是讲汉，即就是迄个胡汉语的意思。啊，伊音调大变，汉字的意思也无同。咱台语吼，啊，河南话吼有十五音，也有讲八音，拢无要紧。吼、
咱唱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咱凭其他的文字哦，汉语哦，来较确切，就是讲唐唐诗三百首哦，爱用个葫芦话来念，才正确。哦，所以在日本时代吼，咱台湾成立真多诗社诗社，啊，即个诗社吼，诗作诗的吼，用用个台湾话来写，葫芦话写，哦，啊，即个咱甲即个北京话吼，区别在多位吼，咱即个入声的的爱的，哦，日。日头的日，甲日，北京话无这个音，日，日，哦，日，无这个音，但是北京话，再来换几音啦，换几啦，啊呢，支持支持，就更脆几个音啦，哈，啊，支持，支持，啊，这是更，这是。咱讲汉语的迄个悲哀啦，吼，这就是学胡言乱语来吼，啊，但咱得去学，因为政治因素，咱失势啊，所以咧语言嘛都退步啦，吼，就是退步。好，其实咱正统的汉语，吼，可能工作咧粗俗的所在吼是唔对的。讲一个实际的，即个咱电脑内底有字，吼、哦、有汉字，无超过一万字啦。但是你知《康熙字典》有几字？有五万字啦。爱、啊、五万字的发音哦，那写一注音的符号，写个唐韵，吼、哦，就是拢是即、這个用过即个，葫芦音发音的啦，哦，叫做唐韵，哦，等唐朝的讲的话了，吼、哦，哦，所以咱保留了上文化之上上好的这上汉语，哦，啊，对古代诗词经典研究，哦，上重要。啊，那比较咱用的这个葫芦话、吼、哦、上汉语，甲今仔日的中国的普通话，吼、哦，普通话就是五胡乱华了后的胡汉语，吼、哦。这所以咱即摆就讲北京话吼、哦，其实是胡汉语，胡人讲的汉语，啊，但就讲伊是正统的咧，吼、哦，其实伊是偏门左道。咱这那了解这阵的历史，咱就知影。但是商朝的时阵，爱注意的就是讲，哦，甲咱甲天下所有的语言分作三大类啊。哦，头一类无文字的语言，这太侪无文字的吼、哦，像讲咱的平埔族吼，啊，山地的同胞。本来就无文字吼、哦，啊，有文字的语言吼、哦，像讲咱讲的葫芦话，咱发明咱的文字，吼、哦、啊，希腊文、欧洲的希腊文、埃及文，啊、但是埃及文吼、哦，消灭去啊，伊象形文字哦，派他消灭去啊，哦啊，但是留落来也阁有，像讲希伯来文有四千年的历史，就是犹太人的历史有四千多年。哦，啊，第三是冒仿、拼凑、转化、借用，嘛变作文字。这参照韩国文，哦，韩国的文字，哈、哦，啊，日本文，哈、哦，这是汉化了后，啊，伊家己改装的，伊本来无这文字的。所以咱讲葫芦话，那基本这三点来讲起来，咱是上骄傲的有文字的语言。啊，但是真歹势，咱大家真侪拢唔捌字，
你讲我那唔笨，我就会养写字咧。但是台湾话吼，真侪字吼，你写袂出来咧。啊，写袂出来，唔是讲无迄个字，是咱唔捌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文字学嘅就部分吼，所以以后要安怎来，互咱台湾人会晓写台湾字，吼、哦。咱有五万字伫个咧，啊，汉字咧上加咧一万字来呀。这天下正港有自己的文字的语言吼，真少真少吼。那咱河南话是其中之一吼、哦。你看荷兰文要安怎甲古希腊语相提并论，无法度。哦，我伫读神学校的时阵有读希腊文，啊，人希腊文吼、哦，我读啊一个所在真感觉真特殊啦。伊讲。我为台北来桃园，吼、哦，准阿讲一句话，你若听伊在讲吼，你就随知影讲，我是为台北市内底，还是台北郡郊来个桃园市内底，还是桃园的郡郊？伊讲啊真清楚，啊，咱汉语就袂清楚嘛，这都无，咱都无即款的迄个介系词来咧讲，吼、哦，而且希腊文都有即款的。啊，一个，因西方的文化有阴性、阳性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过去式，啊，咱拢现在式，吼、哦，这拢各有优缺点啦，吼、哦，袂使讲干来伊也好来咧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今仔日的河南话是用保存古代汉语、古代艺术、古字、古词、古早词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上侪的所在。中国以后北京话吼，所以最近一千年了吼，古汉语渐渐渐行渐远了吼。啊，辽金元明清吼、哦，五代定都北京吼、哦，有密切关系。辽是契丹人，辽是耶律阿保机吼、哦，金吼、哦，金是什么朝代呢？金是即南北宋的时阵。南北宋哦，岳飞去打金人嘛，哦，在南北宋的时阵哈、哦，金啊，但是金人是占北京城做伊的首都，啊，元蒙古人，哈、哦，啊，明朝是汉人，啊，但是明朝汉人本来明朝是定都南京，哦，啊，尾就燕王构。左焕转走去北京，啊，清是温州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讲因叫做即挂人拢乌林嘛，除了汉林、明朝的汉林以外，吼、哦，北京话咱讲做乌汉语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王华南先生写的文章，我来抄起来。这台湾吼、哦，台湾内底英国即个台语的河洛话话吼，吼、哦，咱来个区别啦吼、哦。台湾当然是真多所在用啦吼，即张都较唔对啦吼。但是伫中国的江苏省，吼、哦，江苏省有宜兴县南部。在太湖西岸，这个吼、哦、有这个上著名的方言岛，吼、哦，这个方言岛哦，咱这个陶渊明作为一个《桃花源记》哦，这《桃花源记》我稍微讲一下，《桃花源记》讲有一个掠鱼的人啊，沿着江啊，直直行，啊，行到一个所在，真奇怪。啊，遐个人穿的衫无同款，啊，讲的话也无同款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想要走，啊，人拢该交代，吼、哦、啊，要就出去，吼、哦，讲啊，这个就是方言岛，啊，其实迄个方言岛是伫泰湖，就是即卖的，因伫讲河洛话，吼、哦，唔知有双
有迄个中国嘅历史嘅变化吼。啊，这是一个，这里是太湖，吼、哦。啊，伫这边吼，伫宜兴这边所在吼，有一个方言岛伫讲葫芦话，所以恁若有机会去海外旅行嘅时阵吼，注意听看卖吼。就今仔日会讲到真侪中国嘅所在吼。这太湖，哦，而且是浙江省，而、啊、且是江苏省，哈、哦，第几大？哦，我在讲葫芦话，哦，啊，浙江省嘛有人在讲葫芦话，不是干那台湾在讲葫芦话啦，在浙江省，哈、哦，约现在约哦一百外万人，哦，在平阳话为代表，哦，在温岭县石塘一带、玉环县。洞井县、瑞安县、平阳县、泰顺县、文成县、苍南县，足侪吼，足侪所在拢有在讲吼。啊，这个所在吼，我特别只有下口有一个较绿色的吼，这个所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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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面我这温州无，温州讲温州话，吼，这讲葫芦话，这浙江一带多。舟山至舟山群岛，哎、欸，有一年舟山群岛一挂撤退来台湾的，迄挂人嘛讲葫芦话嘛，你们在大概有知有迄个印象哦。但是国民党诶一直甲你压制，无即款消息互你出來。舟山群岛是讲葫芦话哦，哦，而且即挂沿海即挂人拢讲葫芦话。以后恁若有去的，就去查看卖。啊，过来福建省，在福建省，闽粤之地，大概一共闽江以北，哦，闽北话，闽江以南叫做闽南话，这是啥人讲的？这是林语堂，哦，中国第一位语言学博士。提出闽北话跟闽南话之说，这是这个有一个学者了哈，这个、林语堂安尼讲，其实是错误的，哦，因为福建的西南长汀、上杭一带是讲客家话，啊，福建的主要分布在福建南部、东南部跟沿海个多数。有三种音系，吼、哦，即潮州话，吼、哦，潮州音系是漳州音系，哈、哦，漳州是即个漳州、长泰、华安、两溪、漳浦，哦，等等，哦吼，即个所在龙岩，吼、哦，龙岩这所在，吼、哦，挖客人的所在，所以有带着客人的腔调。啊，迄是漳州话，吼、哦，啊，还佫有泉州音系，所以一个迄个三千年来一个湘汉语、湘潮的汉语传来时，传到一个所在，小块调会小块变，吼、哦，啊，像讲伫中国吼、哦，都漳州、泉州都区别出来，啊，佮厦门，吼、哦，泉州。泉州的音系是泉州、晋江、安南等等的所在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漳州话较容易学了吼、哦，所以全女嫁漳人，泉州查某囡仔嫁予漳州人，入门腔调即变，入门吼、哦、啊，一去夫家的门吼、哦，都变作。变作漳州音嘛啦，啊那漳女吼来嫁予泉州人的时候喏，到我老吼也调啊袂变，漳州音较重的款啦，吼、哦，这是当时的讲吼，哦，这个虽然有小异，但是大同啦，大部分咱拢讲同款的话，叫做葫芦话，吼、哦，啊厦门音系。厦门音，
因为厦门是交通要点，吼、哦，所以各地因就当只集合着，吼、哦，所以家己成为一个格局了，吼、哦，叫做不张不全，一张一全，无参就漳州话，阿妈无参就泉州话，阿妈参就漳州话，妈参就泉州话，啊，这是厦门话啦。咱即马在讲哦，军舰、军舰。有人叫做军舰，还是都啥人较对？咱台湾当然讲军舰较对啦，啊，军舰嘛无唔对，安怎来无唔对呢？迄是厦门音，哦，啊，厦门音的时阵吼，那基督教徒，迄、那个然后即个传教士来即个东方的世界的时阵吼，先去做。厦门嘛，啊去厦门啊，个是伊讲做军舰啊，所以来个台湾的真侪迄个牧师拢讲做军舰，吼、哦，你袂使讲伊唔对，伊是厦门音啊，尔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第，吼、哦，来个台湾就是台湾话，吼、哦，啊，莆田、仙游这两个所在有真侪福州。福州腔，吼、哦，这是一张地图吼，这是一张福建省的图啊，但是重点我爱指出来哦。这条溪叫做闽江啦，哈、哦，闽江的出海口就是福州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这林语堂哦，创我就是讲，这以北叫闽北啦，啊，叫闽北话，没有的。这闽南话就是这个所在，闽南话，但是闽南话来对哇，过那十种的嘞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台湾政府专搞的矮化这个闽南话，吼、哦，门来对一只糖，就为吼卖我较好，所以搞的矮化啊，所以其实因讲的迄个俄汉语、俄林汉语讲的汉语，啊，咱讲的是湘汉语。这个爱大家爱知影啦吼，啊，金门、厦门都是这代，吼、哦，啊，下卡落去吼，这个广东省吼，嘛真侪讲葫芦话的所在吼。怎话讲江西省吼？哎、哦，不是讲敢那福建在讲葫芦话那尼吼，江西省嘛有在讲，在玉山。关的所在，广丰县的所在，上饶县的所在，吼、哦，阿得讲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地图了，吼、哦，就地图吼，就伫这江西省吼、哦，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，吼、哦，毋是全省拢在讲哦，但这个所在是在讲，啊，这个资料安怎来？敢有台湾人调工去遐调查？当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啊，想要侵略台湾，讲阮遮咧讲台湾话，嘛是还阁真侪所在，所以因开几啊千万去调查出来，啊，咱来利用，哦、所以即个图拢是因提供的哈。广东有潮汕音系，潮州甲汕头。这个音系，这有这么多所在吼，海丰、陆丰等等，啊，还个大田音系，拢讲葫芦话，但是腔调无啥共，吼、哦，腔调无啥共，吼、哦，这个是广东省，吼、哦，这个有绿色的围落去吼，这个口口啊，即搭讲葫芦话，啊，遮嘛有人讲葫芦话。啊，遮嘛有人讲葫芦话，哦，所以这你要知影讲，乡邻当时是真骄傲，伊来到一个所在，无要甲当地文化混合，我较优秀，啊，我来讲葫芦话，哦，啊，葫芦话是袂输上优秀的一种话啦，哦，啊，来到遮，咱台湾搭去互人矮化，哦，啊，海南岛。海南岛十四个县市中间，
海口、琼山等等的所在吼，哦，拢在讲。广西省哈，广西省嘛有沿两个水路前进，嘛有500年的历史。500年的历史就是讲，还这个广西省开发的时候较慢，较慢的时候啊，但是嘛有一挂乡邻吼，就是讲讲上汉语的人啊，爬去点头，吼，啊就开始在遐定居落去，啊就在遐讲讲的话咯，河洛话啊沿。沿这个，沿这个溪去吼，啊，一个溯溪江上，吼、哦，去到真侪所在啦。啊，这个海南岛吼、哦，海南岛在讲的话吼、哦，这无，这大概画红的所在大概就是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画红的所在，海南岛在讲的话吼。哦真侪在讲葫芦话，咱台湾人做日本兵的时阵，有派去海南岛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妈有人带海南岛的小姐回来，讲葫芦话，哦，啊，住的广西吼约15万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分散伤过快，形成真侪方言岛。上大的一个部落，伫即个平南县，啊、哦，约6万人，啊，其次平乐县，吼、哦，2万人，北流县1万多人，鹿邑县，吼、哦，1万多人，柳州，吼、哦，有1万人，啊，无到万人的所在有哦啊一大堆，即就讲讲葫芦话。不是只有台湾人的专利的，哦，这个真侪所在还佫在讲的，哦，啊，只是咱爱去知讲，哎，这就是咱的文化，有啥问题？我个，啊，欢迎有问题安尼提出来了，啊，这是广西省哦，广西省像讲这桂林呐，哈，啊，广西省哦，这柳州、南宁，哈。即、这个广西省我知道有著名了哈，像即有绿色的哈，哦，即绿色的东滨市哈、哦、玉林市，啊，即嘛是即嘛是即，即安尼真侪真侪地，即是方言岛，即真其他还是一种文化，哦，咱来知影，啊，南苗。南苗在菲律宾、沙劳越、印尼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马来半岛、哦、泰国，大部分拢是讲漳州话、泉州话、潮州话、汕头语，吼、哦，的话，啊，那会传去遐，啊，遐就是因为咱葫芦人哦，行船。哦，啊，行船就去南苗的所在，啊，船踮咧遐。哦，你即马去新加坡，用个葫芦话讲，啊，甲因咧讲会通，但是因有一个调，哦，因迄个调可能是漳州音，可能是潮州音，哦，广东音，哦，啊，但是你听有，啊，伊嘛听有你咧讲，啊，你嘛听有伊咧讲，哦，啊，但是大家。拢感觉安尼小可音调无同款，其实拢是葫芦话啦，就是上汉语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是中国因发表的吼，吼、哦哦、一个地图吼、哦，我甲更算，切克安淡薄，吼、哦，伊这是讲吼、哦、台湾话的所在吼。哦像我即个台湾即个所在吼，嘛有白白的所在，伊讲迄个讲咱山地化吼，啊，即个同款色的，即块拢同款色，海南岛吼，广东、广西啊，即个太湖以南安尼，哦，啊，其他即绿色这样的大片的所在，即拢讲汉语的所在，
哦，这是中国发表的，哎，胡说八道，对吧？迄乌林讲的话吼，未信的啦，胡说八道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甲放大淡薄，给大家看。这讲单位的所在，讲葫芦话的所在，即挂吼，啊，遮，啊，其实这个闽北地区吼、哦。也够福州话滴个咧吼，伊无区别个遐清楚啦吼，但是伊都甲你规划讲，啊你即挂人拢讲葫芦话啦，吼、哦。咱即摆就讲，啊咱葫芦人有啥物伟大？咱葫芦人创造第一，创造甲骨文。那甲骨文是葫芦人创造。这个甲骨文的发现，哦，是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候，这个有迄落中药店在卖龙骨、龙骨，哦，啊做药啊，啊在红食，啊有一个学者，哎、欸、啊看到这骨头，你咧画这骨头，啊骨头哪有刻字的，刻安尼顺利，伊讲你懂的，你还够有，伊讲有啊，还够一大堆啊。拢练骨啊，啊！去摕起来，原来伊个仓库内底吼，迄挂拢是吼古代吼、哦、诶，即个野兽吼诶骨头，啊骨头吼、哦，伊讲龙骨吼、哦，其实是牛诶迄个尻川背吼上大肌诶所在诶写字诶，吼、哦、啊加即个龟甲。骨卡，吼、哦，还、啊、是写字啊，台土卡吼，台即个河南一带的山区内底啊，全起来挖起来，吼、哦，啊挖起来了后吼，这个讲、嗯，啊，即个是文字咧，啊，看拢无咧，所以这是甲骨文发现，甲骨文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是发现甲骨文是这個。BC 1272，1272年，3281年，3283年，128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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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，1
夏商周三代数字的符号全有出来，在甲骨文有很多数字，啊，这是甲骨文的数字，这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啊，十变安尼，啊，一百、一千、一万，啊，嘛有另外一个写法啦，吼，另外一个写法是一吼。是写滴咧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二写两回滴咧啦，啊，三三回啦，啊，是四回啦，啊，五同款啦，吼、哦，我见啦吼，这对甲骨文，啊，甲骨文有变化，吼、哦，其实我这个吼、哦，我这个有一个影片吼、哦，在讲甲骨文安怎把这个文字吼、哦，但是我即摆摕来只无多搬这个影片吼、哦。譬如说讲，咱写人，这么人对不吼？啊，以前的人大概是安尼啦。啊，这是甲骨文，啊，即马在慢慢慢慢变做安尼去。哦，啊木，这树啊。啊，渐渐最差嘛，哦，这就是为甲骨文开始变化，一个迄个
入来这个汉文，哦，甲骨文，哦，啊，咱，咱刷落爱讲，即个咱若知影讲，咱这葫芦话是一个真高骄傲、真正优秀的一个汉文。继承着上大的这个汉文化，是这个葫芦话，吼、哦，毋是啊？咱但是你爱知影讲吼，来遮统治者对语言的看法，吼、哦，荷兰人来个台湾，哦，你这无文字，甲你创作你的文字，哦、这真有度量，这好新疆文书。满清无咧甲你知道，满洲人都无咧甲你知道。满洲人管台湾，无要管台湾，伊叫汉人来管，吼、哦。所以台湾迄个时阵有反唐山，无反满清，吼、哦。日本人伊推行伊个国语日本话，但是无消灭你台湾话，吼、哦。颠倒成立真侪汉诗。在讲这挂，但是 ROC 的是无同款啊。你在学校讲台湾话发展，吼、哦，甲你残杀你的迄个语言，和你的语言消灭，哦，你看差遐尼多啦，哦，啊，你爱先讲，咱即马都是伫生活伫即个时阵，好，咱讲到遮吼，休困十分钟。好，谢谢。